家好，我是君君。西西弗书店。这个是咖啡屋，是活字印刷术。它里边有一个字，有一个章，然后会放到里边。应该就是你前面拿出的那种颜色。我已经出来了，如果你在上海来玩的话，世贸广场这边你可以进来一下，在3楼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